呢啲內容啊。奇怪呢，他啷么要接电话啊？电影要开始啊，有可能对方有代志，无法度接电话啊。无你传讯息给伊啊。哎，对吼，我会当传一个讯息给伊啊。你到阿妈，我已经伫咧电影城外口等你咯。你想要想跟咱看电影？哎、欸，我在跟你讲话，你想要想跟咱看电影啦？哎、欸，难呢、欸。你是创啥？我那是看到鬼哦，惊！哎哎哎哎！哦，卖鬼去啦，明明足恐怖的呢。你是个安怎？迄个查某囡仔足奇怪的。明明就无什么查某囡仔，就一个查甫尔，哪有什么好奇怪啦？哎呦！快点哦，别走那边啦，咱走，走那边。子涵，子涵，我这边人已经在外县市啊，可能会比一阵嘛。你先别找我，过一阵嘛我就会回来。歹势，今天你的约会只好取消，回去再请你吃饭，向你赔罪。你去倒一个县市，跟我说到三工，我会当去找你。你老母袂知影的。子涵，你哪会看袂着我？子涵，如此哪会连你伫倒位拢袂甲我讲啊？子涵，咱不是讲要看电影，你袂记得啊？子涵，子涵。如此，拜托你，给我放过呀！你卖做梦，你给林子，你给林子。刚刚我已经，我不爱，我不爱，我不爱。我无爱去那边啦，紧走紧走，咱紧走。哎呦，你到底是你创啥啊？你叫我陪你来买衫，我把这种人的代志扛来唔管，即马总算是买好的，咱回去啊。你叫我卖开车过世咯，你跳江的啊？那边有一个足恐怖的人，我唔敢过去。那边根本就无人，你莫只跟我啰嗦啊！咱进来等，我已经足忝了呢。按时，我阁有足重要的公事要处理，袂当直接陪你逛街啊！行。不去啦！哎，你跟我这么贱啊！你就干了！啊！我无时间陪你直接起笑，我要来等啊！你哦，赶紧等去啊！我莫插你啊！莹莹，你是安怎啦？七早八早把我叫出来。啊，这个代志我无人通讲，我今仔日才做你讲尔。是啥物代志啊？敢毋是你的新婚叫伊？毋是，毋是。是我昨有说伊了出一件大代志。大代志？
是什么大代志啊？你讲啊，你去讲啊！都，昨我要替操场怪赛的时阵，小仔阿爷小跟班向我走出来。小跟班？啊，一个小跟班，是会当让你惹什么麻烦？伊跟王如琪，我拢无约到伊会来，结果煞无说了，我听到我跟林子桐外面的代志，啊，结果伊，结果伊就安怎？伊是毋是惊着？啊，然后你嘛错一条，所以就走去啊？安尼袂用，故意家己抓出来，啊，若无，不是不是，是我无说你家己代志啊啦。开台戏啊！原来你卖惊哦，好，那安尼就算我卡你卡袂着，我嘛要甲你对调调，让你袂食袂困。咦，你爱较清楚诶，卖个乌白想啊！这个王如琪已经无重要啊，即摆上重要的是，你毋是作想要赶紧摕到恁阿祖的股份？你若是情绪无稳定，我惊你代志会变空，那呢，你就真正啥物拢无啊！而且你看，乖乖倒去疗养院，这可是你想要滴的。所以，你即马爱想的是，等家的财产，让林子桐一无所有，知影无？来，拢莫阁想迄个王如琪啊，咱就甲伊当作是一只好心蚊仔共款的孤女，你就当作。你是打死一只讨厌的蟑螂，安尼唔就好啊？我太丢了！奇怪，哪会安尼？有鬼！一定是鬼在冲进来。放在位置的什么所在？咦，你莫有白讲啊！啊，你拄则拢无卡着袂啊？是安怎会破我规身躯拢是？而且你搁跋倒？啊，不是不是，是我头拄无细力去卡着袂啊，唔才会安尼。我等下哦，一定会甲这点点投诉。伊个椅啊，遮尔啊袂稳，凊彩动一下就跋倒啊！不是啊，不是啊，伊是你的手机啊！喂，哦，怎样？我随有当去。是助理搞来的啦，伊讲公司有一挂代志，我爱赶紧倒去处理。伊，你卡定着的，莫听着一个声，就好参照是鸟去看电鸟的同款，知影无？你先倒去，好好处理公司，咱再搁联络。那我先来走。子彤啊，你到底是安怎啦？顶摆我去买你上爱食的肉桂卷，你嘛是同款的反应。
这两项物件都是明明你平常时最爱吃的啊，你哪会？敢讲是你有心态哦，所以你的口味改变啦？不可能啦，啊，总觉得我闹闹会有事。嘿啊，应该是甲迄无什么关系啦。啊，那安尼到底是啥物问题啦？哎呦！因为不是小阿姨，伊是白莹莹，你莫让伊骗去啊！对吼，你也看不着我，哪有可能听得到？阿姨，不要紧啦，自从我是不爱食吼，我就先甲收起来，等下再去买其他物件好食啦，吼。虽然讲我不爱食，我拄只买包，迄是因为我空包胃做做啦，啊，不过我即摆好啊，感觉足香个啦。会枵啊！那安尼，我就予你食一顿较粗饱的。吃，你给我吃！快尝尝你这个三流的是多好啦！别激动！那安尼，来来来！志同啊，你是安怎啦？啊，你我紧无啦。啊，你哪会食到规个面拢是啦？哈！又过来啊！这个是奇怪头，这是叫对我来。志同啊，你这当年的工厂啊，是谁在饲你的头？是谁针对你来的啦？哈！哪有可能啦？啊，这边刚刚三个人伫这呢啊！我就讲对啊，一定是煞着啊啦！啊，志同，妈妈即马就带你去庙，来去祭拜，好，行行行，来来，包包给我摕去。志涵，是来啦，咱永远拢无可能搁再见面啊！是我唔好，我无应该去甲强哥过生日，那无我都袂。虽然我无法度卡着人，啊，不过我会当卡着物件。无得卡，我会当伫个这渔夫顶外写哩。那安尼，子涵，伊就会知影。哎，这渔夫哪会叮当？子涵啊，啊你讲什么在叮当啦？姨妈，你看，我不行啊，不行啊！怎样，蔡梦姐，我们现在到底是要怎样子才好啦？来，这张证书吼，你提灯烧烧的，化点水来，给林小姐提灯规身躯擦擦的，安尼应该就是可以啊。师兄，蔡梦姐，啊，这个歹物啊，这到底是鬼？啊，是完清祭祖，你敢袂当讲较清楚的？是一个吼，短头毛，一少年查某囡仔，大概差不多这高。不管哪啦，相信是你的正气哦，足足的。这查某囡仔已经互你赶走去啊！相夫扑出来的你是一个王，啊，苏遐毕业新官嘛，甲如此差不多，那刚刚是你讲如此啊？刚刚如此真正发生什么代志啊？